世界不遥远，慈悲爱相连，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菩萨行菩提心，就是将心安住于佛法。安住于法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无所住的状态。法就是性空变化无常的本质，以法来分析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就是应无所住。进一步理性其心，就是生菩提心。如果咱需求一个健康的身躯，就应该爱先有一粒健康的心，就是时时为他人利益设想的菩提心。咱爱学习转烦恼为菩提，就是转贪心为菩提心，转嗔心为慈悲心，转愚痴为空性智慧。学习大乘佛教，只有更加踏实和开阔，离开压抑和约束。
食会当改变咱体质的动力，就是念头。咱的依报，也就是信心，必然是随着咱的进步、信念而转变。修行不需要压抑，只要知道转化就好。为了转化，就要透过修行，重新安定在修行的状态中，自然会当转化过去。让自己每一天都生活在大乘菩萨的学习之中，时时守护自心，善护菩萨的境界如期，并且护心不断包容和开展，慈悲地拥抱一切，这就是在培养我们的菩提心和菩萨行。修持菩萨的如意学处，并不是增加真多戒条来约束自己，而是让自己处处感觉到拘束和不自在。
真正受持菩萨戒律的意义，是希望借由菩萨的学处，训练自己的菩提心更加踏实，并以此扩展自己的菩提心。什么是大圣心呢？就是使所有的众生都是我的父母。高官锻炼着所有的北部众生，达到觉悟的变化，每一个都解脱。愿奉献服务一切众生，誓愿一切众生皆当成佛。安尼的心态，即称作为大圣心、菩提心。所以大乘的心态，这是上广阔、上慈悲的广大心境。不再烦恼的菩提心，一粒感悟的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菩提心。修学佛法，并不是一直挖苦着佛德，
你是爱学着开发佛性、显发佛性。咱对于一切见解，爱学习随缘，接受无影无故。一切因缘都是好的老师，任何顺逆之境都是增长咱修行的善道。和自己的内心保持清净，无排斥，无执着，只求无离开大悲心与菩提心，其他一切随缘就好。菩萨若退失了菩提心，就等于是死了一般，如同行尸走肉。所以菩萨不管发生任何境界或者是痛苦，都不能离开菩提心。念佛或者是读经持咒的时候，就是在酝酿开发佛性，就是在灌溉守护咱的菩提心，
守护这粒生活利益众生的心。咱修行就是爱随时如此。腐坏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动机，然后再付诸于实践正确良善的行为。为了圆满发挥两种资粮，咱必须爱有一个明确的动机，就是出离心与菩提心，并且付诸行动，实践戒定慧三无留学。2024聚花月，新逢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兆倍。佛宝节庆祝释迦牟尼佛圣诞，
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金腰大德共襄盛举，玉佛祈福，金刚经法会，恭请慧泰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5月15日星期三上午9点，玉佛功德经佛前大供，下午1点半恭诵金刚经。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法会备有寿桃、面线，提供参与法会的大德结缘。聚花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亿倍。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药师佛万灯祈福法会，恭请慧信法师领众。日期5月22日星期三，时间13点半恭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16点万灯祈福法会，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昔日尊者往东来，却被文殊化引开。东土若无尊胜众，我们难以脱尘埃。南无大伽瓦帝喇嘛叭咪呀叭啦帝维瑟瑟达呀叭达呀叭伽瓦帝达里呀达唵维舍达呀维舍达呀萨玛萨玛萨曼达法巴萨斯巴让那嘎帝嘎哈那斯巴巴维舍帝阿毗胜迦多曼娑伽达巴拉巴迦那阿弥利达毗沙盖玛哈曼达拉巴盖阿哈拉阿哈拉阿耶三达那尼舍达舍达呀嘎嘎那维舍帝我是尼舍维嘎维舍帝萨斯拉拉悉米三德帝德萨尔瓦坦达格达法罗格尼舍达巴拉米达巴利布拉米萨尔瓦坦达格达哈利达呀提斯达那提斯帝德玛玛格里瓦吉拉嘎呀萨玛达那维舍帝萨尔瓦瓦那那巴呀图尔嘎帝巴利维舍帝巴拉帝尼法尔达呀耶舍帝萨玛呀提斯帝德玛尼玛尼玛玛尼达达达布达格帝巴利舍帝文斯玛达巴帝舍帝嘎呀嘎呀维嘎呀维嘎呀萨玛萨玛拉萨尔瓦布达提斯帝达舍帝巴吉利巴吉拉嘎尔帝巴吉兰巴瓦杜玛玛沙利兰萨尔瓦萨达巴拉伊扎嘎呀巴利维舍帝萨尔瓦达帝巴利舍帝萨尔瓦达达格达释迦牟尼萨玛悉法萨亚摩诃萨尔瓦达达格达萨玛悉法萨提斯提那波提阿摩提阿维波提阿维波提阿波达波达维波达维波达呀萨曼达巴利舍帝萨尔瓦达达格达哈利达呀提斯达那提斯提提玛阿摩德勒梭哈嗡阿弥利达达嘎瓦提梭哈。嗡阿弥利达达嘎瓦提梭哈，嗡阿弥利达达嘎瓦提梭哈，嗡布隆梭哈，嗡阿弥达阿耶达尼梭哈，嗡布隆梭哈，嗡阿弥达阿耶达尼梭哈，嗡布隆梭哈，嗡阿弥达阿耶达尼梭哈。